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台北是念11月14号，坐那么久的车，终于下单就瑞芳了。然后双溪站这边双溪站20:32，出发就是21次，后面巴士从北回线，看我树林的屁屁子量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要争取我的纸，终于到瑞芳站结束。对啊，今天选择不跑，试试。哎，不用嘛，我喜欢的不用嘛这样。刚刚好像因为我弟真的有那个，对啊，猴子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不用慢着。刚刚那个有警报，我在想说有吗？因为我在合唱，所以感觉不太出来。哦，我应该对测了一些，毕竟3天追测也是很累人的，是吧？差不多，等一下40几分会到路。好啦，如果你想要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大力，刚刚支持，大家就可以回家，大家就会到瑞芳站，拜拜，晚安，感谢各位观看我的影片，也期待能够赶快上传这次的真心火车影片，终于要把它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